如何做焦香菜丝儿？蔬菜自古以来都是最有营养的食物，今天几分钟课堂教你做一道焦香菜丝儿。你将需要白菜、胡萝卜、木耳、香菜、白醋、花椒油、糖、盐。第一步，将白菜去叶，切成细丝儿。第二步，将胡萝卜、木耳切成丝儿，香菜切断。第三步，白菜用水焯一下。快速捞出过凉沥水。胡萝卜、木耳也焯一下过凉。第四步，将焯好的菜放入盘中，上面撒上香菜，并加白醋、花椒油、糖、盐调味儿。第五步，用筷子拌好就可以上桌了。这样一道焦香菜丝儿就完成了，你学会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白菜微寒，可通利肠胃，养胃生津，利尿通便，清热解毒。